大家好，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前空翻，首先看一次完整示范。前空翻的动作可以分为助跑、起跳、腾空、落地四个部分，下面开始进行分解教学。首先是助跑，良好的助跑可以提高动作的速度和形成适宜的起跳角度，并且能够为起跳做好技术、身体和心理上的准备。助跑距离的长短应以场地为依据，并能保证顺利完成起跳。请看示范。